好的，我们的第二批开始了，不知您是否有跟着在看呢？当然，陆夫人，我知道的是，自古二批无人看。忧心忡忡的爸爸妈妈，赶忙将妹妹带到了医院。医生打针很可怕，但是有兔子先生陪在身边，流着泪的妹妹仍然很坚强。医生眉头一皱，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于是他开始让妹妹告诉医生，以器官的方式告诉医生究竟哪个位置有点疼痛，因为这可能是一场大病，并不像感冒发烧、跑肚拉稀那么简单。情况不容乐观，父母的愁云没有影响到哥哥和妹妹之间的快乐。兔子先生是时候站出来了，但天有不测风云，气球搭成的飞船就这样的掉了下来。很万幸，妹妹还是被送进了医院之中，哥哥被绑在了外面。这真的是 ITFX Mandy 公司的乐趣啊！这个主角又被抓了，此时就应该去找什么东西剪掉这些藤蔓啊！果然，好一个，一共要找五颗。这里有个东西目前拿不出来，因为咱们主角被绑住了，所以说需要等一下。有个神奇的稿子，但是没有什么用处。这个跟那长得有点像，然而不是。咱们先进到这里来，又找到了一只虫子。另外，这个线大家注意到没有？出现了很多次。哦，使用硬币打开了留声机。这只红蜘蛛，这两只红蜘蛛在外面都见过。大家知道，红蜘蛛的英文名字叫做 Starscream 啊。有红蜘蛛出现的地方，就说明是有二五仔出现的地方。这个钥匙拿不了，咱们等下再说。拿不下来啊。不过这里其实已经显示我们的这个锯齿虫已经都找完了，所以说明剩下那要找的地方呢，是接下来才会需要的。那么咱们还是专心的来找这个锯齿虫吧。哦，这里需要钥匙。说到钥匙，这里有一个，目前暂时拿不到，可能得等找到另外一根杆子才行。但说到钥匙，我记得这里面应该是有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看这里有一把，但是拿下来可以拿它先钳下来。哦，看来这个钳得下来钳不下来的设定是要看那什么的，钳得下来钳不下来的设定是要看这个剧情的，比如说，这个的确是剧情里需要的道具，但是你没玩到这里的话，你只能点让它蠕动一下，你并不能够将它取下来，所以说这个就是取不下来的这样子。好的，那么咱们继续来埋头的找锯齿虫吧。啊，还有一只锯齿虫在哪里呢？聪明的观众肯定会比陆夫人我找得更快，我相信啊。接下来咱们来找这个钥匙，就是这把钥匙，但是拿不到。要拿到这个钥匙，必须找这根杆子。我们主角因为已经下来，所以这个就可以拿出来了。好，我知道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哦，我知道这个已经打开了。我是说，它这个应该是像这样的，一共有9个阀门都可以这样打开。不过咱们先来拿钥匙。
好的，来寻找吧。一三二一三二，但说实话，有很多是实况里面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突发事件以及突发问题。虽然以实况的方式来录这种攻略，完全强打的精神，靠自己的这种经验在玩，但是遇到这种突发事件，我也是，其实我只是随便，总之我就是随便转了几圈而已。好，我们需要寻找到啊这种像卷轴一样的东西。来治治花牙妹妹啊，不行。小熊博士啊，小熊医生表示，虽然说都是 doctor 啊，表示没有电了，让咱们看一看。哦，哎，这里就是要蜘蛛的地方了。好的，哦，不好意思，点错了，其实也没点错，咱们先过来找蜘蛛。还有吗？显示还有。还有吗？哎，这次没有了。不过另外大家记住，有一个水晶啊，我看到这里也有，所以说那个水晶应该是有用的。齐了吗？齐了。来，咱们继续往下。等一下先回来一下，我发现这里是有这个卷轴的。没了吗？ OK， 没了。到这里，蜘蛛啊，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来看病啊，小熊医生都有点打懒了。没有，但是这里面显示它是有这个的，那就应该是这个。还有吗？没有了。那咱们继续来继续往前走。这里面蜘蛛和这个卷轴都有，卷轴似乎哦没有电，拿不到，没电原因要找水管。 OK， 就是这个吧。好，蜘蛛啊，另外一个水管在这里，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咱们先拿蜘蛛把往下的通路给打开。这里面的是什么呢？好，啊，不能三连转啊，好吧，幸好早有准备，不能三连转也没什么问题。因为难度相对而言还是要低一些的，只是做的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的有这种的感觉，所以说在难度上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我估计应该是这样的，得接满了一胶。好。啊，果然开始要水晶了，这个拿不出来，肯定是要用小铲子的。还是没有电，它这个东西是不够的。这里显示呢，这里是有管子的，但是我们这边黑漆麻黑的乌漆麻黑的地方看不见，只有这么一个管子，还好。来，上来，管子和水晶都有。这个管子拿不到啊，等一下再说，咱们先出来。我已经猜到这个东西的用处了，一直就在想它。都齐了，咱们来到这里。我记得这里肯定是有个水晶的，别的东西似乎没有。这里呢，都没有了。来，这个先 pass 掉。来到这边，好，水晶齐了。OK，
经常会有人问陆夫人你怎么记这么快啊，这个怎么跟大家说呢，这种东西小时候其实也是蛮愿意去记的，你像经常被一些家里人尤其叔叔阿姨的电话号码，哥哥姐姐大舅二舅这种电话号码，所以说这种东西一般对于陆夫人我来说十位以内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后来魔兽世界七十级在刀锋山天天去背这种东西，所以说难度还是对于我来说啊，难度还是有一点点的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大家可以使用陆氏记忆法，你像这种东西可以定义为一二三四五六，它出来的话你像刚才就是这个六五四对不对，三一二就可以这么说。如果不喜欢这样，你也可以是红橙黄绿蓝紫这么来说啊，然后就按刚才的顺序，蓝黄啊，蓝黄红，然后是紫橙绿这样子啊，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但是有一个东西很让我就首先是这个，然后是这个，这两个东西我稍微有点想法。为什么有想法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哦，通电了啊！要看看自己的小妹哦，看来看不了自己的小妹啊，少这种电插头，来出来找吧。这里是有电插头的，之前有找过，这里有吗？我记得也是有的啊，但是它这个灯黑了。哎，这个小细节还是可以的，真不愧是 ITFX Mandy 公司本家的作品啊。还是有上心的，还是有上心的，但是代理的那些游戏就不好形容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他这里有个故意这么放的东西没有办法让你解，然后底下给了你这样的一个由头，我就不由得想到了他差不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用的。我刚才记得没有错，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应该这样吧，哎，然后这边是个圈，然后这边是个这个，没开啊？哦，开了。那是我记错了。那我再看另外一个是什么？圈是一个北加一个卡。北出现了。好的，这样的话两个就都拿齐了，我们还差一个管子，管子的提示没有看到。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东西你如果使用穷举法的话差不多能举出来啊，差不多能举出来，只是 啊，看自己想不想用啊，先都放上去了。但是等会儿稍微有一点点的想法啊，咱先出来把其他东西找到。哎，阿伊努纳阿萨爹鲁的羽毛，哦，他说还有羽毛，那就应该是这个了。啊，他说这里有个羽毛，稍微有个想法是刚才看到这儿啊，果然有减药针帮药，减平针帮药。其实也不能说是陆氏记忆法了，别人也有过啊，只是陆分我用的比较奇怪而已。好，开开了。顺便你们知道吗？他不该画里面这一道弧的啊。反正这只是一根管子，但另外我这边也是知道了 C3 接一个 Chanel 再接一个 V3 啊，
咱可以先出去把它给解了，这样的话离这个稍微远一点。C3，然后接一个 Chanel，然后再接一个 V3，然后把它转到管子这里。哎，好。另外这个啊，少一根杆子来让这个车走，这个车走可能你就把这个夹子伸上去，啪，可以夹上来，这样子一个设定。咱们先来开冰箱啊，他说冰箱里面有羽毛，哦，可以转，哦，幸亏可以转，羽毛拿掉，继续找。哇，杰瑞，你怎么了，杰瑞？扣连的杰瑞，赶快换掉啊！不要让那个出现。有人说陆夫人你太污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到。你如果说我污的话，就说明你其实已经想到了啊。可以开始了吧？他说还要看心电图才行。那就是这里了，但是还少个羽毛，还少一个那什么，都少。下面有吗？有的，下面是有羽毛和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和这个插座的，咱们来找一下。好，羽毛，哎，这不是刚才那只烤这个香肠的甲虫吗？它竟然追到了这里。你辛苦了啊！好，可以了。剪下这个花芽妹妹的一片叶子来进行研究，然后给她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啊，拍几张 X 光片。这毕竟是小孩子的一个幻想嘛，所以说咱们哦，我大致是了解这个东西的玩法了，而且它这个东西似乎是一种双重的玩法。哎，你同时可以通过点它身上这个，你看到没有？可以点它来看它这里面数字进行这个配对，在这个配对的同时呢，你还有一种别的玩法，就是那个你可以看它这个形状来进行猜测。啊，光顾的说话去了，几个我点开之后是什么图案我都没有记住。是这个，里面应该有个是多余的。哦，这一只像 MT 似的脸是多余的。好，然后是拼图，不能转，似乎没有了吸附。哎，这个可以夸一下啊，没有吸附的话，拼图的难度会增加许多，但是总感觉大致能够看出来是什么东西。怎么说呢？您先出来。我看出来是什么东西了，但是这个是不是应该稍微往下点？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虽然说花芽妹妹啊，这么很谦，这么很啊，以一种很和谐的方式在说，但是诸位观众们，你们发现没有，这个东西竟然能够拍出 X 光片。How do you have the bone? The why? How? When? 你是怎么样有这个 bone 的？你能告诉我吗？好，自动拼上。哇，这个骨头实在是……好，把这个给小熊。熊说他也治不了。哦，说让咱们走到那个找到那个沙漏上，我猜走到那个沙漏上应该会有一种神奇的魔法，可以让我们花芽妹妹的生命。陆夫人，你够了啊！
总之，小熊博士并没有帮上什么忙，他此时只能安静地睡下去了，脑袋当中只有谢谢茄子和 HSO。嗯，啊，原来还是个，原来还是一个手艺活。但是他说这里还有一根管子，好的，齐了，那么咱们过来。可能会有人说，哦，陆夫人，那根管再放到这个右上那根管子，其实一开始你们就看见了，看见很多次了，但是因为是。这样是陆夫人我录制的一个实况啊，并没有在直播，所以说很多的人觉得哇，陆夫人你这找的也太慢了啊，看的可能会稍微有点着急。对此我只能说，我也是啊，在实况，不可能每一次都会顺利的找到这些东西，只能希望大家多担待。请给予更多的宽容，来去欣赏更多的美妙。你像这，我们又可以听到这个《银河历险记》啊，或者说是《越狱兔式》的美妙的音乐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事情吗？嘟起嘟起，嘟起嘟起，嘟起嘟起。航行喽，就这样，我们的第二部分视频到这里结束了。兔子先生带着花牙妹妹前往了更远的旅程，解锁成就，失望，因为指挥 HSO 的小熊医生并没有帮上我们的花牙妹妹。那么让咱们3P再见。